今天非常的高兴啊，能够来代表蒋万安市长啊，来参加我们2024我们的这个佛伦公益路跑 Run for 这个台北国际年会哈。我们都知道，在这边呢，我要非常的谢谢我们所有佛伦社的社友哈，因为台北市所有大大小小的运动赛事、重要的活动，我们都会看到我们佛伦社社友的身影。我们非常的感谢所有佛伦社友的踊跃参与，不管是担任志工，或者是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运动赛事。在这里呢，我要特别的代表我们台北市政府，感谢我们所有佛伦社好伙伴们的支持，在这边先跟大家鞠躬一下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